主席，有请我们检察总长，还有我们王调查局长。请黄总长跟王局长。林委员好。总长还有局长好哈。我想台湾的司法，因为检察总长你啊，可以说现在是你是台湾司法的罪人，真的，你搞得司法里面这样子啊，可以说内斗，然后形象哦这一个破产。我要讲就是说，单单你们特侦组里面就被你搞得乌烟瘴气啊。第一次你否定你的发言人说没有监听立法院变成有监听立法院嘛，齁、哦、再来刚刚第二次同样的推翻先前杨荣忠所讲的0972这个电话啊，打给一名关系人，然后今天早上特侦组进一步提到是发现0972打给0938，并有重要通话内容，有违法嫌疑，才向台北地院申请监听。这个是你第二次推翻你的发言人，资料我们都有，媒体也在报道，你怎么讲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三夜间先监听那个特定人士，发现他有拜托柯委员来关说一个无性受刑人的假释，然后呢，同时他这位特定人士，我不要再跟你讲说，你是不是现在要推翻你的上午的我不晓得特侦组的发言人的发言，还是你要接受他的发言？不是，他代不代表我不晓得特侦组他怎么讲的？刚刚的资料你都看过了。0938跟0972的监听是5月16号开始。如果啦哈，今天早上你们特侦组的发言人提到了我刚刚讲的那个0972是打给0938的，那你现在要不要把它推翻？0972怎么可能打给0938？那你就是第二次推翻你的发言人嘛！我要讲的是这个事实啊，不管那个来龙去脉，第二次你在这里正式的推翻发言人。我回去了解一下。如果是这样子，你要不要道歉？不，我回去了解。你第一次有道歉嘛？对不对？第一次说没有监听国会，你后来发现有啊。因为我们临时把他就把我是告诉你是不是你好？那你答应我，如果有你，如果他讲的是有0972打给0938，你要不要再次道歉？我看他的发言是不是？你如果有嘛，你不要浪费我时间啊。他对案情没有杨荣忠那么了解，我们是因为那杨荣忠了解也被你否定啊。不是，他因为9月28号有发生这个错误，所以怕公信力的问题，我们临时早上我问你啦，张组长，就是如果这个样子，是有没有疏失，要不要道歉嘛？总有两个，总有一个对嘛？我再来判断了，我再来判断，是。你不要浪费我时间。对，我们看拿到资料都是有，我的耳朵不会听错，我的眼睛不会看错。对，如果是的话，你要不要道歉？因为我看那个特定人士是不是0938，我想大家了解一下。因为928的时候，杨荣忠只讲0972打给特定人士嘛。当天下午你也是讲0972打给特定人士嘛。对，就但是今天的特侦组早上是0938发现，就是因为监听0938时发现0972打给0938。不是。好，那你在这边否定，你就承认你是否定这个讲法嘛？我们不会故意骗你嘛？我回去了解一下。我觉得你藐视国会。没有，我回去了解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根据有立法院职权行使法，你除了针对有国家安全涉及到的重大事项，你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。我跟你讲说，我们听到的是这样子，你竟然还要回去查？不，主席，我非常严肃的讲，是说我对他是实问，但是他完全否定你们的发言人。你刚讲回去查，我们还有另外10分钟吗？我必须保留我所有的时间。我休息，让他问一下。好，休息。我没有，我在浪费我的时间啊。所以第三个啊，你马上又要否认了。哪个？我先问王福林局长。局长，你好。0972这一次监听立法院的电话，哈，特侦组是不是每天派人来拿光碟？除了假日之外，对不对？对。拿了20天嘛，20片嘛，对不对？20片光碟，对。好，那个总长，我问你。你们从第几天开始听的？还是拿回去再听？来，请检察总长答。你这20片你们拿回去的光碟，你们哪一天开始听？这个我要了解。你又要了解？这个这检视官在听，我也不晓得他从哪一天开始听啊。
黄总长，你今天回答管碧玲说，你们后来又听了一次啊？不是，一片监听零九七二的录音，确认真是一片空白啊！九月二十八，你今天答在国会里面可以这样子，不是否定吗？不是否定，我们九月二十八发生错误了，赶快九月二十八下午把检事官找来，再从头再听一遍，确实是不空白，也没有录到一句话。二十片都是空白，是不是？你在这讲，二十片都空白，是不是二十片？我不清楚，但是全部都是空白的。你今天敢发这个新闻稿啊？你去纠正台北地院，你说零九七二英系结会电话无法执行通讯监察，完全没有任何通话内容。对，九月二十八号下午我们确定过，是不是二十片都看过嘛？是不是二十听过嘛？全部都看过。你如果没有偷看过，你会得出这个结论吗？全部都看过，全部都看，全部都听过，全部都听过啊！是不是二十片？我没有办法，到时候又说我。对，你不要再诡辩了啊！二十片听的时候是在哪这个时候发现？好、哦，本来是啊有内容嘛，因为你们据以啊，你们在媒体上所说的发言人讲的哦，好、哦，因为呢挂线之后监听该电话，刚开始确认有听到有关资金账户的谈话内容，颇具侦查价值，但听到后来发现电话常出现传声器的逼声，而且都是单一通话，从立法院播出，在追查之后，资金跟账户与当事人无对价关系，最后只好放弃。总长，监听了几天，拿回去的光碟有听到吗？一开始是有内容嘛，后来变逼逼声嘛，全部都没内容，全部都。你又在第三度否定了你的发言人的讲话，是真的全部都没。我们要相信你们特侦组的发言人吗？你认为我们全国都是被人耍成这个样子吗？白纸黑字哎。你们的记者会上讲的内容，你这里现在又讲说，总有一个是错的嘛？总长，如果这个又是你对他错，全部都没有内容，我敢保证，全部都没内容。那我这所有的，我们又听一遍，所有我们都有做大事记啊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，包括 BB 声也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好像他们跟我报告，好像连 BB 声都没有。对，你真的讲哈、哦，如果有 BB 声，你要下台啊？这个太细了。这个太细了，你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你在这里难道可以在国会上这样子哦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讲话吗？你要不要下台？你跟我讲，如果有 BB 声的话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可以打包票说完全没有任何通话内容，甚至认为没有声音，甚至连 BB 声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啊、有没有 BB 声？这个我想再回去又要查了。对，因为我没有自己听过啊，你我告诉你，你不确定二十片是不是都有听，然后你也不确定有 BB 声，但是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完全没有任何通话内容的结论。我忘了问几片，我是说怕，我是说好，我演讲二十片了。如果忘了问二十片里面有一个 BB 声，你就给我下台。没有，这个我不是亲自听。那你没有什么，你凭什么讲完全没有任何内容，而且没有声音，而且是静音，是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。你每次在过度的去合理化。去掩盖的东西就曝光了。我们承办人说有没有说，哎，立法院你好这一句话，他说连这个都没有，是这样子。BB 声有没有嘛？这个我想再查证一下，因为万一这个如果有你就给我下台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这个是小，这什么是小事？我不是亲自听的。你不是亲自？别人我不是亲自听。哎，这个又是发言人，你第三次否认你发言人的讲话，总长真的是，你是台湾司法的历史罪人呐、啊。不是台湾的司法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步，别人听，因为你一个人一意孤行。部长，我再问你，我没有一意孤行啊。九月一号你去见了马总统之后，后来打算九月二号要约谈嘛？啊，包括王金铭等四人。是。那后来你就决定不约谈了嘛？是我内部、哦、不管理由是，你就觉得你本来有要约谈嘛？办案计划是有。好，办案计划是有。那你这样认为没有受马总统影响吗？没有，他完全。这个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了。本来是要约谈，然后隔天不约谈，中间见了一个马总统，你说没有受影响，总长，这个事情如果你来调查，要怎么调查？如果这个是变成啊，你跟马总统之间啊，好、哦、有没有涉及他用总统好、哦、权力去影响到司法的时候，要怎么调查？他完全没有影响。他说，如果你调查，你会不会考虑用监听总统吗？我是说理论上。如果今天是你在办啊、哦、这样的某一个检察总长跟总统的关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考虑用排除用监听的方法？假如有刑责跟犯罪嫌疑有关系的话，那又符合通报法第五条的规定的话，是可以的。好，
就是你要就是监听总统。哎，好，他只要他只要董事长单属官，包括总统你都可以监听，你真的是天大地大拢无吼？黄世明大吗？今天其实你站在这里是错误的啦，你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，你今天是被告，全民都在对你的行为。不是，今天是大院传我来的。我知道你是应该到法院去啦。未来的，其实现在你已经是被告。我要讲的一点哦，今天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办你，是你做检察总长，他敢办吗？敢去监听检察总长跟总统吗？敢去发一个这样的一个啊、这个监听票吗？你会准吗？他只要法院准，不经过我哎。他只要检地检署，他只要申请法院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已经求援兼裁判，你要听不懂我的话，因为监听你跟总统的谈话需要经过你啦，所以你应该要离开这个位置啊。台湾的司法才有未来啊。法院主管63条之1啊，他不是专属特侦组管辖的，地检署也可以办，地检署也可以办总统，那个、我们也可以办。董事长，等一下，抱歉，再给我半分钟哈，因为刚刚实在是帮我答非所。那个王局长，立法院有7支啊，好、哦，这一种所谓的0972的好、哦、公用电话劫匪电话，你今天有提到，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啊，好、哦，在去年的3月19号到今年的5月。好、哦，20，那个是他案，那个是另外一个案子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你可不可以保证所有哈、哦、过去的监听资料里面都没有监听到我们立法院的总机的电话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你可以保证，如果有的话，你要下台。OK， 检察总长，来换你回答。你可以保证只有0972这一支吗？有没有可能在过去你们办案里面监听到0972之外的另外7支？对，总机就是他们跟我报告就这一支。我们的7支里面。你可以确保没有任何其他的监听到我们立法院的电话。他们跟我报告就这一支。我要这样，即使你们本来讲的说，因为他是立法院公发给某一个立委的助理用，你们这样就可以发动监听吗？是我的承办检察官以为这一支电话是给他给那个助理。如果按照你们这样子可以自由新政哈，都以为的话，以后都可以以为我先挂上去之后啊，不好意思哦，唔对啊，啊不小心听到，我要办假案办乙案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认为粗糙，然后你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导致了我们真的台湾民主啊，法治史上可以说是啊最让人哦这个觉得羞耻的一天。关键就在这里，我们这里那么多念法政的，我们不是陪你在那边耍嘴皮啊，我们捍卫的是真的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。你不下台哦，我告诉你，台湾的司法没有未来。有，但是。重大政治上、哦、现在最大的问题，马总统头痛的不是王金平，是黄世明。9月王金平，10月黄世明，你卡在这里，你又掌握那么多马总统的资料，他呢又透过很多人很希望你、哦、政治上要负责，包括我们的同事国民党的书记长党鞭赖世宝都认为你是啊所作为，如果监听国会是人神共愤，大家都想切割了。你如果自己还不知进退啊，最后整艘船沉下去，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啊可以通过那么多决议啊？今天大家的共识在哪里？就是你应该下台。你下台，台湾才有未来，司法才能够有未来、啊。我一定下台，我一定下台。你什么时候下台？有违法重大事。你刚刚讲到 BB 社，你就要给我下台、哦？没有，这 BB 社不是我自己听的嘛，别人听的。那如别人听的，你这样可以选择念20遍有没有听？然后里面你可以确定20遍都没有内容，都没有 BB 声。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，你就不要开这个发这样的一个新闻稿。我没有做这样承认的、啊，我没有做这样承认。诡辩你没有办法、啊，对，洗脱啊！不是你在台湾的民主法治史上的罪名啊！那我当然承诺，谢谢别人。